现了。所以我们带着工作人员要记得，要从后面走，好不好？好，那第一组呢，都到位了哦。对，那第二个要颁奖的，准备要去找你的，好，要上台的人员哦。第二组是谁？还有车，好好 ，OK， 可以了吗？接下来进行台南市空气品质回顾，绩优单位表扬。首先颁发的是环保，这都被我们秒了。